这个是昨天带的那个滑皮菌，然后今天我们来洗干净炒了吃了。炒的菌子呢，一定要放这个大蒜。我们今天炒的菌子是三条的，这个。放点这个剁辣椒，自家做的。可以了，把它装起来。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这个动画我们叫嘎爽链，就这个了，加了加嘎爽链，好好吃，你要吃吗？嗯，那么难味道，你不能吃，那味道，吃酸的好吃，快来，炖了你，腊鱼，我稍微煎了哈，香了，又香了，香翻了。不礼貌，你就等一下吃。来，宝宝，过来。你吃，滑皮菌你吃不吃？不拿你吃，这辣。好不好？好吃完，吃啊，吃完了，有大光哦。当然。光了三光了。哎，很慢的，又喊呢，没压喊，发不准。你们脸上。